今天来小北夜市边啊，小小北吃晚餐宵夜。看到他们炸猪排厚厚的一块，猪排汉堡60块，我超喜欢他们的汉堡的，也是自己做的牛奶皮汉堡。奶油蜂蜜吐司，这个45块，也是鲜奶吐司就合价。这个不是好吃两个字可以形容的哦，入口即化消胖的呢。锅糕炒蛋，这个一份40块，一定要沾上他们的导游，他们自己做的贵哦，老人囡仔吃了都好。推荐他们的导林，这个115块，自己薄啊较香，然后还有他的鲜奶红茶跟黑糖鲜奶，根本都没醉醉啦，就是很够味。奶菠萝的鸡蛋，这个我们也吃很多次了，真的特别香，它煎的这个蛋也很好吃，牛奶味道比较明显。咸香啊，咸香，三星葱起司蛋饼 QQ 啊，也是自己手工做的，这一间都是现点现做，然后这边有现成的面包，也都他们自己做的。